精准的技术，创新的手法，勇闯华丽的战场。谁认清目标，勇往直前，梦想就会实现。对抗残酷的现实，要在我们这一行生存，你一定要有料。醒醒吧，以为灰姑娘真的可以变成公主吗？他们能否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？别人怎么看我们都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自己。9月30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:08，频道小小传奇。